我哋点令自己越转越殊胜，咁系每个人都期望嘅。但系你有冇谂到，如果只顾住为自己嘅殊胜嗰步，好难得到。应该将念头转过嚟，好似诸佛菩萨咁，念念希求，一切众生会越转越殊胜。将自己忘记咗，只有众生冇自己，呢种就系诸佛菩萨嘅境界。喺其他宗教里面，嗰一切神明嘅境界，中国人论神聪明正直是为神，佛家讲三佛平等，中国古德讲天人合一，人是不是佛，是不是神？是的。聪明正直就是。聪明是具足智慧，正直是具足圣德。亦就是从因果循环里面，我们见到无比殊胜的果德。